最后一个飞机过超凡团的飞机任务了，朋友们，晚上好。九缸三被我爆破了，那期残局走的鬼魅神功走的非常的精彩啊。哎，顺道横狙对直狙，经常有过河车攻击我的马的棋。我们这手棋，对方如果进车攻击马，我们早就说过退窝心马来应接；对方上马，我方进炮来应接；对方拱兵，我方摆炮将来气炮来应接，对不对？谢谢我家 FM 大哥的温暖办卡。那对方冲中兵这手棋厉害了，冲中兵托普摆炮攻击对方的马，对方一上马出车攻击炮。哎，谢谢我不管你是最丑的。温暖办卡，我也不管你是最帅。哎，这么一走，小炮一打，对方退马，百车砍炮，这手棋，百车砍兵，瞄着对方炮，炮走开，中炮一打，攻击对方中路兵，黑棋打优了。为了防止对方进车攻击我方双马，我方有必要补个士。嗯，看来对方来攻击我方这边弱马了，这个时候我方拱个兵上个马。谢谢们群山绵绵大哥的办卡，感谢这么多朋友的温暖支持和陪伴。小兵一拱进马登双，进马登个对方车，进马登个兵，这小马一走从对方这一侧一攻，对方马上就要废了个废废。对方要是这么走，小炮一打带手交军，小兵一拱对方要废呀。啊，思路非常清晰啊，忽然感觉就状态来了，状态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。吃。哇塞，对方这期走的有点酷啊。吃。欢迎我们家五福临门六六六光临直播间。哎，顶不住了，对面啊，顺炮横车对直车，对方冲中卒这个棋啊，怎么说呢，来应接我这手棋是不太好的。这样的话呢，我方这个抓住机会了，我们一会儿复盘讲解一下这手棋。哎，小兵一吃，小兵一拱啊，这样的话在这个局面下我们妥妥的，哎，妥妥的这个棋打了个子儿。啊，对面马上就要顶不住了，这期走得非常精彩，源于我们对啊整手顺炮横车对直车的深刻的理解。啊，金马嘛往这边来，小样你还敢将死我咋地？小兵没事儿，不着急啊，这期搞心态，小兵给他吃了。小兵吃了搞心态，朋友们，小兵一吃搞心态，你看你好像能将我又将不着我的样子，我也不将你，我就过吃个小兵，你说你气不气？你说你心态爆不爆炸？一会儿把这个小兵给他 KO 掉啊，你爆不爆炸？哎，我们下的不是棋，搞的那叫心态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个精彩的顺炮横车对直车，在这个局面下，大家可以看到我方在这个局面下大方上正马。上正马为了啥？你过河车，你攻击我的马吗？你大爷，你攻击我来！欢迎我们家马可波罗瓷砖代理老板光临直播间。如果对面这么走，我方怎么走？退马。一旦对方这个棋不走，比如说对方上马来了，中炮一打，带手将军抽了个车，抽了个飞飞。啊，在这局面下呢，哎，下一步是个进马灯，进马灯，我方这个棋呢需要上马，对方再进马还有个坑，什么样的坑？假如对方贪吃想要进马攻击我的车，那么这手棋对方将会被反制。进马一将，对方一将，进去将绝杀再走啊！所以呢，对方这棋还不能这么走。你说有车还不能吃，怎么走？对方这个棋只能退马登我的马，捡个实惠一换二。但是换了二之后，这棋黑棋大优啊，对方缺个车啊。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呢，对方这棋不能进车啊。如果对方进车，我方退马，对方还有什么走呢？对方有进车的棋。如果对面进车，红黑棋的走法是进炮，将来呢这个棋有可能会选择进车跟他换子啊。那么如果对方这个棋在这儿摆车，我方怎么走？退炮平炮打车，把这车打退啊，这个棋那么都是不错的走法。实战当中呢，对方没这么走啊，这个棋对方这棋没进车，选择了上马。如果对面上马，黑棋的应解办法是什么？进炮。进炮这个棋，如果对面这么拱兵，我方
摆炮打马，一旦对方上马想要这个棋给马生根，炮给马生根，我方出车，对方摆炮啊，瞄着我方进车巡河啊，一旦对方马走上来要攻击我的中路炮，我方就有弃炮的走法，啪叽打对方正确走法，不是不能踩。这个棋一旦对面踩掉，黑棋大优怎么优？啪一打带手将军，小炮一坐，或者是先不对，摆炮不对，不是把中路做个补充，以至于对方上马没有棋。这个时候对方经常还有进马的棋，这个时候我方怎么走？进车炮打士。对方呢这手棋有两手走法，第一个这边进车，如果这边进车，通常我方这棋炮打士带手将军。在这个棋啪叽反打啊，下一手棋对方整体崩溃，比如说对方这个棋选择摆车跟我带对呀、啊、我方啪一揍，对方一上把这个棋给他退掉，将来有什么呢啊，有抽车的棋，将军哎，将来有抽车的棋，所以这手棋更好的走法是炮打士啊、哎、当这个棋对方上马，我方底线炮打下去的时候，走到这儿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下一步进车炮打士啊，如果对方走车一进二，车九进二，那如果对方走车九进一，就不要炮打，炮打士之后怎么打这手棋啊，你打不了，你抽不了这车了，因为人家两个车连环，你这棋应该是怎么走呢，哎，炮打马了，嗯，炮打马了，这个棋，谢谢我们家春山大哥的小喇叭啊，因为两个车连环，你抽车也没有棋了，所以这个棋回来炮打马啊，也是大优的棋。那么在这个局面下呢，这个棋对方我们没走啊，对方怎么走的？冲中兵。那么我们沿着对方实战当中冲中兵的棋啊，这个当然对方拱这兵也是实战啊。那么这个棋我方摆炮，当然这个拱兵本身也是个棋谱，只要对方我方中炮打的时候对方不踩这个棋他就没事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对方想上马，这个棋就给了我方先手优势，吃啊，啪一打再一摆，这个棋是应对对方这个拱兵的一个想法啊，这个时候这个攻击炮争一步先手，那么中炮再一打，黑棋就反先了，黑棋就优势了啊。这个棋呢就针对对方冲中兵，这个棋呢我们是过河车的走法啊，针对对方冲中兵，先摆炮打马，对方上马，在这个棋出车走几步先手之后过河车，啊，这样的话，对方这个盘头马他就上不来了，被车卡。